大家好，我叫莉莉，来自杭州百悦酒店。爱尔兰的牛都在自然中散养，所以它们非常的快乐，它们的肉质的口感啊什么都相对非常有优势，非常的好。像这个慢煮的小牛排就来自于杭州菜里面的东坡肉的一模一样的去做法。然后这另外一个是牛腱，我们先用了卤，然后再去烩，然后再搭配上芝麻、临安的小核桃、四川的辣椒，相信会给大家带来非常美好的回味。